家里院子里来了一只 echidna， 针叶，就跟国内的刺猬差不多。他们是专门吃蚂蚁的，但是视力很差，他现在只能感光，可能基本上看不到我。他很害羞。哟，没事没事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就拍拍照片啊。你看它的爪子还是很长的，那个指甲很长，很善于那个刨地。它往前走了。这只针眼平时住在我家后院的山坡上，因为它们一般都是晚上出来活动，白天很少有机会看到它。区别于国内的刺猬，针眼和鸭嘴兽一样，是世界上唯二的单孔目动物。也就是说，它们虽然是哺乳动物，但是通过在育儿袋内产蛋来孵化繁殖下一代。针眼的刺是可以主动掉落的，而刺猬的不能。DOTA 游戏里的钢背兽就是以针眼为原型的。它听到有响动就会往地上钻，把头埋在地里。看他在这里吃蚂蚁，他的舌头很长，可以把蚂蚁舔进去，舔到嘴里去。他走到马路上去，我不让他走过去。终于把他叫回去了。如果他穿过马路的话，可能就不认识回家的路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祝大家好运，拜拜。